是一场 WBC 亚洲洲际金腰带卫冕战，是一场十回合118磅最轻量级的比赛。我们首先有请蓝角挑战者，来自菲律宾的埃拉尼奥塞米拉诺。有请红角卫冕者，来自中国的 WBC 亚洲最轻量级拳王叶利恰提尼和麦托拉。蓝角来自菲律宾的埃拉尼奥塞米拉诺，1991年9月28日出生，26岁，身高1米65，臂展1米65，体重53.2公斤，职业战绩16胜8负3平5次 KO 对手。红角来自中国的 WBC 亚洲最轻量级拳王叶利恰提尼和买托拉，1994年1月22号出生，24岁，身高1米68，臂展1米75，体重53.5公斤。职业战绩13胜1平5次 KO。 本场比赛边裁蒙托尔泰多，福地永志日本，维苏印库拜干泰国，台上裁判特隆彭帕尼来自泰国。开枪，开出。Serve your time, save your time. Okay, you head back. Low ball, low ducking. Okay, good luck. That's one. 好，观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您将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一站的压轴之战，一场 WBC 的亚洲最轻量级拳王争夺战。卫冕者是中国选手叶利恰提尼和买托拉，一位来自新疆的选手。叶利恰提呢，这是他拿到这条金腰带之后的首场卫冕战，所以呢，他对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重视。来自菲律宾的挑战者塞米拉诺呢，是1991年出生的选手，26岁了，身高臂展都是1米65，而叶利恰提呢，身高是1米68，臂展是1米75，在这点上呢，比对手要占有一定的优势。菲律宾选手的职业战绩是16胜8负3平5次 KO。这个选手是2010年的时候就进入职业拳坛，到现在已经是打了8年了。到了2016年的时候，他获得过 WBC 的这个欧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超最轻量级的冠军。目前呢是菲律宾 JAB 超最轻量级金腰带的持有者。
叶德恰迪是2014年进入职业拳坛，但是这个选手一进入职业啊，就迅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这种视野的关注当中。他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获得过 WBO 世界拳击组织的这个大中华区最轻量级冠军，2018年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上半年，拿到了这个 WBC 的亚洲最轻量级冠军。那今天这场比赛呢，他也是这条 WBC 的洲际金腰带的第一场卫冕。刚才在画面当中啊，观众席下我们好像也看到了这个著名的教练崔迪，崔迪目前呢也是 WBA 的中国区副主席。今天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他的弟子曲鹏也是冰血刃55秒 KO 的对手，第一回合。好，抓起重，压。漂亮！叶德恰迪这连续2记前手压对手的这个启动节奏。30秒，来吧，尼奥也是打得非常冷静。好，第一回合结束。这个回合当中啊，叶德恰迪也是打得比较积极主动，进攻性更强一些。来看双方第二回合的较量。刚才这两记摆拳啊，力量还是相当大的。菲律宾选手啊，特别在这些小级别上，真的是高手太多。对方能够在菲律宾国内拿到这级别的全国冠军，绝非是等闲之辈。像这种一旦贴近的这种重拳啊，叶德恰迪还是要非常小心。埃拉尼奥这个选手，别看这场比赛呢，我们这个级别是28磅，但是能够感觉出来埃拉尼奥的这个重拳的力度。这个我们评论席的就在擂台边上的一位选手很近，所以能够感觉出来，这个菲律宾选手埃拉尼奥这种出拳的力度，另外的速度也确实是相当出色。
这一阶段给叶文灿可能压力也是不小。第99位，在 Box Rec 上也是被评定为两星级的选手。这个选手他的16场胜利当中啊，有5场是 KO 获胜，击倒率30%多点吧。但是他输掉的8场比赛当中啊，有4场是被 KO。那么从刚才的选手的打法上也能感觉出来，选手也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那么打疯了的话，可能他对于防守这一块做的不是特别的严实，所以叶利夏奇一定要控制好比赛的节奏，控制好距离，不要着急，毕竟这比赛刚刚开始，不要上来就跟对方这种猛冲猛打拼得太凶，这样的话容易出意外。好，我们来看第3回合，我们听到旁边的来自新疆的朋友来给叶利夏奇加油助威啊，喊的是叶胜叶胜，这也是平时大家对他的一个声音。哎哎，当然这一下脚底有打滑的嫌疑，并不是完全正拳。我们看看啊，叶利夏奇反应还是很快，对方冲来之后马上抱死了，不再给对方出拳的机会。但是刚才那拳应该是确实是打到了叶利夏奇的下巴。对方的这个防守的意识也非常出色，另外呢速度也快，两个人都不能大意啊。画面当中看到的右边红色 T 恤的，这就是来自大连鹰足球俱乐部的著名教练崔怡。旁边是刚才刚刚打完比赛取得了胜利的台球主任曲鹏。这两个选手啊，说实话，这个打法有一个特点，接近，很相似，所以这个比赛呢，也是出现这种非常激烈的这么样一种态势。有时候两个选手如果太相近的话，比赛一般来讲就是两个极端，要非常激烈，要闷。但是他俩应该是比较激烈的这种。
咱确实是结结实实的挨到打的下巴上了。幸亏当时叶子灿一直在往后撤，如果说当时往前赢的话，那这下恐怕就危险了。站长，来一步，快点，来一步，我推 ，OK， 推，倒车没有力 ，OK， 啊 ，box。好，来看第四回合。叶子灿今天啊，始终也是把这个距离拉得稍微远一点，不想跟对方贴太近了。他也感觉到了，对方真是，他就想打近战，也擅长这种近战。他把这个距离也是越拉越远，这样也是对的，耗一下就行。毕竟这是十个回合的比赛，刚刚第四回合，不要太着急，哎，先消耗一下对方。既然对方这样的攻势，这种进攻的欲望这么强烈，所谓的避其锋芒，错其锐气。这是评估的压力，评估压力。好，我们来看第五回合，看看打到这个时候啊，就是两位选手在场上会不会有这种节奏上的一些变化，谁先变，真假真假，把他的节奏破坏掉。其实两个人对抗当中啊，就是一种距离的对抗，空间的对抗，节奏的对抗，控制与反控制的这么一个过程，始终都会尊重对方的这种节奏的重要。
让这个比赛按照自己的最舒服的节奏这个方向发展。来来，你要这个右手拳啊，这个后手拳真的是非常棒，叶德夏提一定得相当小心。你进去了，不行啊，教练是在提醒他不要打单拳，单拳有点危险。一下两，一下两拳上，两拳上节奏。真假？讲个幌子。双方打到这一局之后啊，其实僵持的时间也变多了，谁都不敢轻易的贸然先动。抓住节奏啊！对，两起动，对，漂亮，两起动。他其中一个顶回来，讲右滑，上下调动了，打身体要用。只要往上一贴啊，我看阿拉尼奥一般至少是三四拳，他这个主动拳能力确实也是相当强。进去打身体啊，这个低头闪也确实有点危险，容易跟对方撞。专心打一会儿。哎，吃了对方一个前板，这也是自己一个单拳打空之后啊，马上对方一个进攻的时间。这个埃拉尼奥捕捉战机的能力确实相当强，刚才接射的速度已经相当快了，但是一拳打空之后，对方马上就一个前板跟进来了。看第六回合，这俩人一步啊，就噼里啪啦一顿组合。但是我们从整个情况来看，埃拉尼奥的这个进攻要更加舒缓一些，他的这个出拳的频率和速度要比叶德夏提要高。这一拳打的后脑上了，裁判一定要警告一下。
哟，没了没了，我们让我们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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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攻的场面比较激烈，一贴胖胖一组，但是很难有是这种特别清晰有效的这种球能够给裁判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实像这两个回合我觉得你说实话判给谁都可以。两个人都很警惕，打得也很控制，并没有说是那种干脆就不要这个节奏了，疯狂的去攻。这是脚底绊了一下，脚底绊了一下。这回合还有28秒。接着夏天还是把这个距离拉开。又是一记前手，哇，又一个四百了。最后这十几秒啊，接着夏天吃了对方三拳。这个回合的这种胜负啊，可能就最后决定在刚才的这三拳上了，因为在此前一直两个人都没有特别持续有效的这种击中，但是刚才这三拳，艾拉尼奥的这三拳确实很清晰的，已经结结实实的挨到了。Let's move。好，我们看一下第七回合了。一共十回合，我操！还有吃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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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跟拉丁呢，拉丁啊，拉丁两个，拉丁还有吃呢，相似，那么在这种过招的这一瞬间啊，一定要打准。啊，我说这比赛看到整个过程中，我一直觉得有点别扭。这两个全是左撇子。这个左撇子打左撇子啊，有时候确实两个人都非常别扭，因为平时打右手的时候打得多，一旦两个左撇子碰在一起啊，确实有些别扭。我多。刚才一直没有注意，两个人都是左撇子。他打，冰，哎呦，爷，是光打两次防反，多打两次防反。这个菲律宾选手阿拉尼奥现在也开始主动搂抱了，打
打到第七回合，对于两位选手来讲都有可能会到了这个体能的这个魔鬼点，所以呢体能的主攻官这时候看谁能顶得住，把这个最难受的阶段挺过去就好了。现在我感觉艾拉尼奥应该是到了这时候了，这一阶段阿拉尼奥的这种脚下移动的速度和出拳的速度都是有所下降。客观的讲，从这个拳头的准度上来讲，菲律宾的阿拉尼奥要更好一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新会第六期全新无界的这场压轴之战，两个人争夺的是空缺的这个 WBC 的亚洲，不是，这是小叶胜的一场卫冕战，两个人争夺的这条 WBC 的亚洲最轻量级拳王中金腰带。那么这是叶力恰吉的第一场卫冕战，没有想到遇到了这么一个强烈的对手。经过了这一分钟的休息之后，阿拉尼奥明显的体能恢复了。你看上个回合的后两分钟，基本上他就是往后退，打找机会打防反，不主动进攻了。这比赛打的从运动员选手自身的内心上来讲肯定是有些变，教练团队也在提示叶力恰吉啊，对手体能出现问题了，你说需要给他点力往前压一压。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旁边看着，能够意识到这样一个态势，就是选手自己在台上啊，能不能做得到这个两回事儿。这要看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这种体能情况，包括心理状况，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就是他所感受到的对手的情况跟我们可能看到的对手的情况还是有不一样的。第八回合结束，
个量。box。这个台角啊，洒的水洒的太多了，会影响到选手的比赛，可能会滑倒。所以台裁也是让菲律宾选手的这个助理赶紧把这台面擦干净了。其实这个空当出来了，但是叶磊下来刚才一转身把这球避过去，自己没有打反击。对方马上又是把围在前面一脚，就是一组。裁判示意不要去加对方进的。还有十九秒。这容易给裁判留下一些不太好的印象，有时候这一局当中可能两个人的情况非常接近，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最终裁判这一局判给谁胜呢？有时候这种进攻的积极主动恐怕就是成为一种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了。所以你在最后的这十几秒当中这么去跑，把后背都留给了对手，这会给裁判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接下来啊，砰砰砰，左右左就是三拳。Final round。Let's go。好，最后一个回合了。Okay, go. Final round. Okay, 再会。Box。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最后三分钟。在这三分钟当中还会有这种奇迹出现吗？当然我所说的奇迹就是这种击倒。看来你要上来之后啊，马上也是率先发起进攻，还是继续打自己的主动。
反击过来的，抓反击赢了。这方确实啊，对方不是想积极主动，对叶盛来讲，也是这个反击打得很关键，特别是这个时候。如果说这时候抓反击的不好抓的话，那么哎反击对，这时候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是这两天都打空了。田东教练的旁边一直在喊抓反击抓反击，总是在打。今天的比赛叶连霞也是打得太多了，总想等一个更好的机会，但是什么时候才是更好的机会呢？两出来，还没比赛么？多累多累呢！抓赢个反击去，赢个反击去！阿莫阿莫阿莫，呀呀！阿莫，比干呐比干呐！开始！呀！呀！反击让人又让人家扑了一个前排，但是自己的反击根本没有打出去。这样有来无回啊！你想这个场外留下什么印象？阿迪奥还是一如既往的主动进攻。最后的几秒钟了。比赛结束了，双方打满了十个回合。那么这是叶连霞的首场卫冕战，他能够继续留住这条金腰带吗？我们等待一下最终裁判的结果。这场今晚的压轴之战 WBC 亚洲最轻量级拳王争夺战，中国选手叶连恰提能否实现自己的卫冕呢？结果马上揭晓。本场比赛三位边裁计分如下。Judge 1 96-94 Judge 2 96-94 Judge 3 96-95 So, the winner is Red Corner!